可以飞多远呢？人类史上第一艘飞出太阳系边缘的太空船，即将解答太阳系的边际之谜。这是 NASA 在1977年发射的"航海家一号"，以每秒17公里的速度前进，而目前距离太阳大概有180亿公里，是太空中最遥远的人造物体。来看看它解开了什么样的谜团。